我靠，都那么难打，还要玩布莱特啊？哎，不对，有道理，反正都那么难打了，玩什么不都一样？不如玩一个后起脚。对啊，我是觉得已经那么难打了，还是得玩前起脚，这前起脚有机会。没勾到，好可惜哦。这没半只死哦，太夸张了吧！提拉克帮他控一个，帮他死定了。
城，敌人消失，大招还在冷却中。An enemy has been defeated. 哎、欸，那你要这样掉一只炮车哦，没有。尴尬。这个盲狙。哦，佛伦藤花哎，
为什么正常出亥牙？因为对面首选大象，所以我就选亥牙。除了亥牙，其他的 AD 都很难打大象。其他 AD 打大象都死好了。然后他们二选好像是吕布吧？我记得我好像看到大象还有另外一只，我就选亥牙。